岛分局啊，平日除了积极打击犯罪、维护治安及做好交通维护等工作外啊，我们如果发现辖区的居民有急难贫困的情形啊，我们都会秉持着急公好义、助人为怀的精神，那通报社会善心团体给予协助。那本次啊，我们本分局及皮头分驻所啊，结合了志工、义警、民防以及皮头乡公所好德做工行善团、慈怀慈善会、慈化慈善会、寿安慈善会等善心团体啊，为辖区的民众啊修缮年久失修且下雨的时候会漏水的房屋啊，希望让我们这位民众能够安心过个好年。好，陈村长来通报。那彰化好德长期以来呢，就是秉持着赖清德副总统所推动的理念哈，来做工行善。那我们当然之前也有派社工来这边勘察，那相信大家刚刚也都有看到这个当事人的家里非常的老旧，然后呢这个冰箱里面也没有东西哈。那接下来我们会协助民间的团体来予以房屋修缮之外呢，也希望跟这个乡公所还有村长这一边协力合作，然后给予这位案主给予他物资，充实的物资，然后保护他平日的生活，他协助帮他把这个房子给修缮。啊，各位的老好啊！哇，我下头对到一个破工的呀，真哟！哎呀哎呀哎！哦，对对对，这管定拢已经记根啊！哦，记着一根那一个，管定记根啊啦！哎，扛起来。